你睡着了吗？看来你这几天一定没有什么睡，这么快就睡着了。如果你是赵子墨就好。赵子墨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这样子跟我一起牵手睡觉的人是你。我要不要跟他说，我其实还没睡着？虽然凌霄饭店就像我的家一样，但从你消失以后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因为我走到哪里，都会看到我们两个人的回忆。原来夏天晴是这样想的，我这样偷听好吗？赵子墨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生气，为什么这个 Cash 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，可是脾气却差很多，他真的很讨人厌。但我也要跟你说对不起，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会不小心把他当成是你。如果真的是你就好。居然把我当成替身，天哪！睡意来了，可是我不想睡，我想知道夏天晴到底在想什么。赵子墨，我真的很想你，你为什么不回来看我？夏天晴，你够了哦，不要动手动脚的，还摸……啊！我明明就很想睡了，居然被你搞得睡不着，难道？这个才是真正的失眠。我知道你回去当财神一定很忙，但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回去了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至少要来看我啊。如果不能见到我，那在梦里嘛，让我梦到你就好了，这样我也可以比较安心，我才可以好好过我的生活。原来失眠的感觉是这个样子，脑子很乱，很想睡，可是又睡不着。赵子墨到底是什么人，可以让你这样念念不忘？完了，睡意又来了，我不想睡，我想继续听。我告诉你，我受不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你敢？我不，你骂我不要脸。去他！他们真的分手了，有人要倒大霉了。老夫的初吻真的来了。弯腰，啊，你脚痛，一定要把事情搞那么大吗？嗯，给我乱来哦。女人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。我抛出的。